好，我是麻将科数爸爸桑。那本团的创作呢，都是这位麻场老师来创作哈，所以呢，我们呢基本上呢还是以他的母语的创作为主。啊，大家等一下，待会听到的呢会也是一个日语为基本的一个组合哈。那接下来要介绍我们的友香。好，谢谢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幸福抱抱。那友香呢是刚到台湾算不久嘛，对不对？你在好什么？对啊，你到台湾算是在台湾算是不久嘛，对，来翻译，赶快翻译啊，没关系，台湾在半年的就在啊，听得懂，半年的，然后呢，希望呢，他想要在台湾嘛长期的发展，希望大家给他多多的支持哦。お願いします。掌声鼓励一下，ありがとう。